银建股首季纷纷是拼交屋哦，新复发是靠着台中售地案就大进步，单季有赚3到4元 EPS 的实力，华固力拼完工交屋 EPS 也有机会坐三望四，远雄建案同样是密集交屋，单季的 EPS 渴望维持2块钱以上的高档水准。